可以通过这个屏幕看到每个屏幕当中频道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是对，我们随时可以调取内容，然后及时的分享。就是可以在这些所有的屏幕都可以在央视屏幕去。对对对，没错。对，所以我们央视频呢是一个什么平台呢？是一个5G 加 4K 加 AI 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新媒体平台。4K 的，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频道的一些节目呢，包括一些直播呀、一些短视频呐，什么都可以在央视频呈现出来。对，所以这个 4K 真的是我们演员的噩梦，太清晰了。没关系，你皮肤这么好，不怕啦。对，皱纹有点多。没有没有，来来来，来欢迎我们往里边走。再见。这边呢，这个屏幕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主屏幕，这是我们央视频最大的一个主屏幕，经常会放一些视频呢、然后一些直播的一些画面。哦，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小编们，他你看我们的直播就在他们的镜头当中，他们可能就可以实时的监看我们的这个直播情况。嗯，提醒大卫各家这个网友啊，这个在你的这个直播当中呢，你可以点开央视频的这个客户端，然后通过客户端的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互动这样的一个方式，发一些关于这个跟各位光一些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可以实时的去问一下伟光。 好吧好，那我们请伟光到我们央视频的 C 位这个大屏的中间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采访。好，来，您就站在这里就可以。哎，对对对，好，对，伟光可以看出来身材特别好啊，而且经常在网上晒自己这个健身的一些视频，但是吃的比较多。对，但是疫情期间因为大家也都宅在家里健身，但是很少就是能坚持下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秘诀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很难坚持，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每天做一些不一样的动作，就是健身动作，可能会一直能够持续大家的对健身的这种乐趣啊，这和健身的对健身的这种兴趣。所以可能最好是每天都有一些计划的去安排一些不同的类型的健身的方式啊，我觉得会更好。嗯，好的好的。那这次呢，我们的粉丝知道你来到央视频，也特别的热情，给我们留了好多的问题想要问你。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小环节，快问快答，然后希望你能够以第一反应来回答这些问题，好吧？好的，现在麦克风交给你了。好。好，伟光，这里是吗？啊，准备好了。第一个问题，给看这里颜值打几分？满分。给自己的身材打几分？这个都太自恋，满分。微博叫深情的高伟光，除了深情，再用三个词形容自己。那太多了，高大、帅气、善良、勇敢进取，还有很多很多都可以形容大家啊，不光形容我。如果不做演员和模特，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什么职业？是个厨子。快速说出三个口红色号。57、389、48。我还是很专业的哈。东华帝君和鹧鸪哨谁更帅？就听观众的。哦，漂亮漂亮，都帅都帅。在家里哪个位置待的时间最长？沙发上。这个问题是胖十斤和矮十厘米选哪个？胖十斤。最喜欢粉丝叫你什么？高甜甜。好，谢谢伟光啊。好。那个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伟光来，也是和我们全国的这个网友、青年朋友一起过一个五